196度究竟有多冷？我们利用液氮喷射降低温度到零下196摄氏度来进行实验对比。一块新鲜的猪肉用液氮喷射后可以直接用锤子敲断，这么冷的温度如果是喷人会怎么样？而长时间用液氮喷射的 DMN 冰天雪地抗寒服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背面已经结了冰层，但是实验人员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。液氮喷射5分钟后，实验人员的体温反而上升到了37.2摄氏度。抗寒效果这么好，那么防水效果究竟如何？我们采用功能复合面料，能够有效的防风防水。DMN 的每一处设计都追求极致，使得人体在极寒环境下，让用户感受极佳的户外体验。蜻蜓智能便携干衣机，悬挂设计不占用地面空间，收纳方便，收纳包小巧便携，可轻松放进行李箱中，多场景使用，满足居家旅行干衣需求。安装简单，60秒即可完成安装。可通过手机控制选择干衣模式，智能匹配干衣时长，采用双向对流设计，热流快速充满干衣环境，深入衣物纤维，
除菌率达99.99%，让衣物更加洁净柔顺，随时洗，随时穿。我不对自己凶狠，别人就会对我残忍。人这一辈子没机会做太多的事，所以每件事都要全力做的精彩绝伦。真动力3200转澎湃动力，真安静 Whisper 降噪技术，真持久，80天长效使用续航，深层放松肌肉，唤醒身体活力，改变，改变由此开始。云脉按摩筋膜枪 Pro Basic。
Thank you.